得开机的日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隆重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领衔主演《凤随歌》的扮演者演员陈哲远。大家好，我是一笑。大家好，我是随歌。我们是一笑随歌。何况若我没猜错，我方才晕倒是你救我的吧。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哪怕是赔上我这条命，我也会阻止两国和亲。然后就不用太快一转转了。那个那种随意的在那个路又没有太夸张，就不管你是随意做还是都有那个期望在。一二三。